多，所以等一下呢，如果老师有平板或手机都可以拿出来用。好，那我们现在简单的一个破冰活动，这个呢是任务介绍。第一个呢，请你帮我扫这个 QR code。好，你可以用平板扫 QR code， 可以看到，可以吗？好，那扫描到 QR code 里面呢是一个任务。好，我们今天的任务呢是口说，对不对？好，所以大家要开口说了。所以请老师们呢录音。好，想一个3到5句的自我介绍，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今天穿什么，然后我们要玩一个真人宝可梦游戏，就是呢你必须要录音上传到 Palette， 然后呢你就要去听别人的录音，然后去找到这个人，然后就要写，然后你就可以在其他录音下面留言拍照，然后说 Gacha 我抓到你了，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扫，还有人没扫这个 QR code 吗？那这个活动呢，我今天会一直重复的在做，所以大家要比较熟悉的是录音上传、录音上传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既然是口说，所以就是要让大家练好练满，这样好了吗？好，那我先教大家怎么做。我有做一个示范的录音档在这边了。等一下，无论是手机还是平板，老师按加。加之后这边有3个点点，然后呢你这边一定要按允许，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audio recorder， 所以你把它点进去之后呢，它会要求使用麦克风权限，你要按允许，然后你就可以按这个开始录音了。比如说I'm Miss Lee, I have short hair, big eyes, and I'm wearing a blue mask, and today I'm wearing a green dress today,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这样子完之后呢，按红色的 playback and save， 然后你可以听听看自己录的怎么样。那通常录音的前3秒都是，要空白杂音，但是我今天是示范模式。然后我这边呢，我就把我是 Miss Lee， 然后我按 publish， 然后这边就是我上一堂课录的，然后这是我这一堂课录的。好，那我录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带着平板或手机去散步，然后你就可以听这段录音，然后。找到他，然后在下面留言，比如说写个 Gacha 我抓到你了之类的，下面可以直接留言这样 Gacha 这样可以吗？好，那因为我今天时间有限，我给大家5分钟好了，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请完成录音，来练习。那我要增强学生的口说。那我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直接献给学生？你要让学生测试口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地方让他上传，一定要有一个地方让他能听到学生的对话，你要让他产生互动。哦，所以 Palette 是一个相对好用的东西，就是学生就是可以上传他的录音，然后你就是反正也没有频宽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他不会占太多的频宽，然后像如果不是大的录影的那种都还。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活动。那因为我们今天是体验式学习，比较多的体验的活动，所以每一个的节奏会很快。那平常的演讲的长度是3个小时，那今天9:30，但是内容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会比较精实一点点，大家加油。好，那我今天的东西呢都在学习吧，那这个网站呢会之后会给大家，所以大家不用紧张这样。好，那今天是属于比较进阶的演习哦。好，好，那口说活动，那破音要怎么配合口说活动？那其实，大家会想说破音原本的，比如说教育局，200句、300句，我就叫学生念。可是这样子缺少一个互动性，就是学生要互动，他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趣好玩，他才会继续做。一开始你给学生做扩音，学生可能觉得kind of fun， 因为有 AI 可以纠正。可是之后你要做长期的，你还是要加入那几个一点点游戏的元素。那刚刚有老师问我说，我的学生一开始我也用扩音，可是他们的兴趣缺，可能想要使用他的东西没有那么高。那一开始我不会说酷音是个自学的平台，我会把它用游戏的方式包装，用节庆活动的
方式包装，让学生对于这个东西有兴趣。我一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有节庆、学校有活动，那回来之后才是老师有慢慢设计作业。所以我不是一开始就说，哎、欸，你要用这个作业哦，那这样我也不要用，那就是循序渐进的方法。所以接下来就是我用怎样循序渐进的方法会跟大家做介绍，这样。好，那如果是资讯融入教学的话呢，就是学生要怎么拿到学习单这件事情。老师想说平板融入教学，但是我还是要学习单啊。所以理论上呢，就是如果你是平板的话呢，就是 AirDrop 图片档 ，AirDrop 给学生。然后第二个就是 Jamboard， 那我会把你说 Jamboard， 我是把东西都放在 Jamboard 上，然后学生会上 Jamboard 之后一路截图。然后再用平板的图片会自动的去写，所以他们不会在 Jamboard 上面直接操作，因为很多人操作 Jamboard 其实是一个很慢的方式。然后接下来在 Padlet 下载，那等一下我今天所有的学习单都会在 Padlet 上，等一下会给大家连接。然后最后一个是学习吧的话题功能。好，那我今天所有的学习单都在这个网站上，那给大家三十秒的时间，稍微帮我。扫描一下 QR code。快乐啊！所以因为我什么东西现在都e-化了，我就不用再去花钱印学习单。因为现在学校钱越给越少，其实基本上要印学习单，我要花我自己的钱，学校没有给我任何一分钱。所以就是现在都是用平板，然后让学生自己扫描做这些事情，这样。好，那我们这集就往下走喽。好，等一下活动仔细听，因为你们都告诉我。第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如果用 Jamboard 教学的话。资讯能力跟资讯融入能力是两回事，学生一定要有资讯能力，他才能办法资讯融入。所以呢，我当学生使用 Jamboard 的时候，我会按图所记得，把这些功能跟他说。你不要觉得这些功能不是他一定会，没有。当大概全班如果是三十个小朋友的话，你大概有十个小朋友会自己操作这些东西。剩下十个呢，就是很害怕，有点不敢动。然后剩下十个就是放空，没有要理你的意思。哦，所以在做资讯融入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基本的素养一定要教。然后接下来会做一个现场的测试，就是学生有平板，然后他们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那都是很简单的，去看他画一下字，然后或者是能不能用 Parsley 做这些功能，我基本上都会要求他们做。然后你如何检视学生有没有做，你就是看他哎哪个名字不见了，几号几号不见了，或是老师你再细心一点，你就把那个后面的白色的背景把它换成号码，学生要按图索骥贴啊几号码也可以。哦，我就是比较懒人的，我就这样哎。好，然后这个是额外的暖身活动做。好，那接下来就是等一下邀请大家做的，好像。如果学校要做 KPI 的话，像平板一定要做 KPI， 就是一定要用平板融入，然后拍照然后给长官们看，这是一定要的。那所以呢，我刚刚说了，就是包装很重要。那我们三年级都会有圣诞节闯关活动，那我就是用闯关活动包装我的平板教学。那这个在四年级做的，我三年级做的是比较初阶的资讯功能的，比较是学生拍照。然后荧幕画记，或者是学生自拍录影念一句话，类似这种的。那我四年级就是比较平台融入的方式。那我的东西都很简单，我的学习单做都很快，不会花我太多时间，太多时间的我不会做。然后就是简单就是听说读写，然后做简单的介绍这样。那大概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有三堂课。第一堂课就是把学习单的一些东西确认学生要自己会写。然后二三秒就把时间丢给学生，就这样子做。好，然后这个是 Christmas 的 Toy 美学闯关活动，那大概两节课。然后因为我把地点选在图书馆，因为图书馆有额外的英语绘本，
那学生做完没事做，他们可以再去就是做一下自己的阅读什么的，还蛮好用的。好，然后登录哦，学生要登录，所以呢，我们新北市是 apps.npd.edu.tw， 这是学生一定要记起来的哦。如果学生会背 Google Calendar， 那他应该也要会背这个哦。所以这是资讯素养，资讯老师都要要求他们一定要背的东西。然后校务主任的账号跟密码也是学生要知道的。然后我今天老师们等一下体验的是听力、阅读跟口说这三个部分。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好，第一个听力的部分呢，我就是选了一个《动画历险记》的一个 Christmas Party。好，它自己本身呢的影片大概是很短，不到一分钟。然后后面呢会有一个立即的测验。理论上来说呢，学生看完影片做完测验其实这样就好了。但是你觉得老师们就会想说，评量这件事情，我怎么知道你真的会不会？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做？那其实测验它其实即使都会跟你讲分数，但是老师们其实不大信任科技这件事情。好，所以额外呢，你可以再出一个像这样子的口说练习。那一样口说完之后，你就上传到 Pairs， 然后你就回去听。哎，学生会念了，就代表哦，他有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就做了一个完整的检核。那这个东西是要加不加，就是见仁见智。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阅读希望王国。那会议呢会依照智慧量，然后把它应有的绘本呢分成三个 level。那基本上 level two 呢是中年级以上应该都要会的 ，level one 是一二年级，就是字母的。所以我通常找资源会直接加 level two 找。那 level two 有一本书是 Christmas 的。那一样呢，就是学生阅读完这本书，做完测验之后呢，他必须要填空。好，你就说老师这有点难，那我中低程度的学生怎么办？那你可以差异化学习。所以有了平板之后，我的学习单就是他来做好，然后都贴在一个平台上，然后学生自己去下载学习单。那 level one 的你让他圈圈乐，那 level two 的你就让他填空，下面有字写上去。Level 3的你就加自己写就可以了。那理论上这些字呢是绘本里面都有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学生不会听不会写，然后我去看一看就会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口说200句，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都会练习比较多的，那这个就先看看就好。然后呢，如果是做全校性的活动或者是班级性的活动，我都会注意到眼睛不要用太久，所以我额外会让设计这种手作的活动。就是如果学生对于操作平板不是这么有信心，或是要排队的话，那我理论上他会再安排这种手作或是学习单书写。所以一个礼拜三堂课，第一堂课就是让他们自己要会做这件事情，然后后面两堂课是闯关哦，所以关卡大概长这样。我大概记得12台平板之类的，应该是12台平板，然后就让学生生活自己闯关这样。好。然后这个是学生的回馈，因为你用了线上平台，你要知道学生喜不喜欢。那理论上来说，他们对于多一个学接受度都还蛮高，大概70%或者是60%的学生都还觉得这个平台是 OK 这样。好，那现在是体验时间，那我们现在现场呢分成三组，好，三组。好，那一样，等一下呢，请大家帮我。登入 Cool English， 好，登入，用 Google 登入应该就可以了。好，然后呢，第一个任务呢是课程专区的听力，然后有一个动画历险记的91。啊，这边有个 Christmas Party， 那清华老师看完这个影片，然后做测验，然后还有一个学习单，那学习单在这里。好，我已经都把所有的学习单上传到这边，然后有一些老师有做完的一些测验，老师也可以听听看。那这个 QR code 我先给大家扫一下哦。那今天的学习单都会在这个连结上，所以等一下这个连结不要关掉。
都是在扣音平台做的，然后呢，我们口说呢额外把它放到这边来，因为这是大概这样的流程，所以我们会有利用两个平台相互交换一下，好吗？那我稍微讲解一下，我们等一下呢，这边是一二两个活动，那学习当然在这边，那如果有口说练习的都在这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哦。好，这是第一个任务，你在听力然后动画练习器找到91，然后会有个 Christmas party， 然后听完做完测验，然后口说练习。第二个是阅读。你要找到的是 Level 2， 这边有阅读习惯和 Level 1， 我们要找到的是 Level 2。然后到下面呢，有看到国际教育这边，然后这边一样看完做完测验，然后做口说。那第三个是最简单，第三个就是口说专区。那这个平常大家应该都有做过，就是200句、300句，就自己找到一个好玩的、有兴趣的主题去练习，这样就可以了。那记得，如果你要用麦克风的话，要按允许，然后点击录音，然后你也可以点发音这样子。好，那给，我们来分组哈。好，所以这边呢是第一组，你们要做的是91，这是，然后这边呢，中间这边是第二组，你们要做的是阅读习惯和 Level 2的国际教育。那第三组呢？理论上你们可以选择第一组或第二组，然后或是你想自己体验口说的也可以。好，那我给大家6分钟的时间好了，今天时间比较多，可以给大家多一点时间。好，是一二组做完，记得你要把口说帮我上传到这边哦。好，那6分钟，啊，计时1分钟哦。就是简单让大家体验看看，就是如果要让学生做口说活动的话，一定要有平台让他们上传。然后上传之后呢，老师也可以第一个做检核，就是你可以直接在下面的留言，然后说，这个东西我看过了，然后我觉得口说很棒。如果老师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学生会觉得，老师有在 care 我。然后或者是学生也可以拥有这个功能，就是他听完这段录音之后，他觉得，这个学生人很棒哦，我很喜欢你的发音。然后如果大家是你没有登录的话呢，它基本上是你的，所以不用太担心。但是现在也是还好的。好，那这个活动就是体验为主，让大家体验看看。好，然后我们往下走了。好，那这个活动呢，就是节庆教学，就是那一周就做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呢，你要再做延伸教学怎么办？就是如果学校要做一些 KPI， 有些学校可能会有一些英语手册。比如说英语手册里面的内容通常就是三年级单字啊，然后句型啊，然后挑一个风和日丽的时候请学生到这边找小组长念一念，类似这样的东西。好，那你可以用，因为今天是进阶酷音进阶，所以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调配酷音的功能，然后呢可能一个月做一次，因为这个新北市是有英语日的活动嘛，就是有一个月就是让学生自主学习一次。那理论上，因为我做到现在，我现在就是每一个月我会设计一个扩一个的现场课程，然后每一个月自己上去做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给大家参考用。老师要3不5时做这件事情，学生才会慢慢的接受扩一个以及是自学平台的事情。如果这个没做，你就直接发课给他，学生不会理你，真的。如果你上面那些东西没有做，你就直接说，这个回去练习寒假作业，学生不会理你，真的。所以还是基本功还是要有。那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延伸的作业。好，那我可以有一个9宫格，然后呢，我就是刚刚讲的，可能我一堂课留了20分钟，然后给学生做这个9宫格。那灯光也最简单嘛，那中间这个也有，然后我会根据学生上课的内容，然后在扩音上找到适合的路径。那像这个是3年级下学期的，三年级下学期是 Is this your verb? Is this your pen? 的句型，然后或者是我会找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让学生自己做口说。然后这边的口说我选择3个，然后4个，
因为三年级下学期他对于库伊的口说功能是充满了兴趣，所以这个会让他们多做一点，那之后就会再加其他的功能。那就是四年级上学期跟四年级下学期都是用一样的表格，然后让他们直接做练习，这个做完了我才会出寒假作业，这个没有做你要让学生做寒假作业是不可能的事情。对，然后这个的奖励制度呢，就是你看一条线抽什么礼物，两条线抽什么礼物，三条线抽什么礼物。那奖励方式大家应该都比我更厉害，就是自己因为老师都很会奖励人家，所以这个就参考看看就好。然后呢，这个就是寒假作业，就是我通常会有那个一些口号，我现场直接帮你打分数，然后用一些口号包装起来，然后会有一个小礼物兑换。那这个东西会自由参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强制让他参加，家长就会有一些反弹的声音。科技人物很好，或一个平台也很好，但是这个东西如果变成一个强制性的东西，某一部分的族群会不是这么快乐，对，所以这个我就是自由参加。好，那就在那学生的回馈，然后呢，老师会有一点是看到学生这个东西这么好，就开始怀疑了，真的是有没有做，是做到100分还是没做？好，老师在后台真的都可以看到这些学生的进步的空间，包含他什么时候有登录，花了多少时间。好，所以这东西是不会骗人的，对吧？好，那我们往下走哦。好，那接下来是个体验式的学习。那我是以四年级下学期的圈圈法为例子。那四年级下学期的话，剧情是威尔的剧情，所以呢，我们来做差异化教学。所以差异化教学其实就是要融入到你的教学中。所以在做学习代的时候，就要想说我要怎么差异化这样。好，所以呢，我就是挑了在库伊里面挑了三个不同 level 的关于威尔的剧情。然后呢，我们是小组合作学习，然后平板融入，然后最后小组会产出。好，那这边呢，就是第一个，如果我今天是在课堂上，组长很重要，所以一组大概四到五个人。然后呢，组员呢要去认领学习单，因为每一组任务我会有三到四个任务。然后呢，每个任务就是一到两个人，然后确认任务之后，组长才可以找我拿平板。然后给他们15分钟的时间进行，然后最后会有小组上台呈现，或者是荧幕录影的部分。那因为资讯融入教学，每一组完成的速度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要打破以前说，哎，一组上台，第二组上台的概念。所以当一组完成之后，他就去一个小角落，荧幕录影，然后录音。录音之后呢，他 AirDrop 给老师，然后老师在全部完成之后呢，因为现在桃园有做那个大屏嘛，你们的教室应该都是大屏的，你可以直接跟你的平板做连线，荧幕就是直接上传给他，然后你请你的学生 AirDrop 给你，然后你再用你的屏幕投到大屏上，然后就直接让学生这样看。所以现在是这样的概念。然后如果学校屏宽够，屏宽够的话，你可以直接上传到 Pad， 然后可以请学生做互屏都可以。所以资讯融入教学除了让老师备课轻松之外，他可以把某一部分的权利给学生，把评分的权利，把看到别人作品的权利给学生。好，所以这个是等一下大家要做的，要么分三组，就是刚刚那三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就是这边朋友的任务是互动式学习，这是六轨。那你要做什么事情呢？找到这支影片，看完它之后要做完测验，然后完成这三个学习单，1、2、3，好，然后呢要录音，那这个录音一样就是上传到我们开始的 Padlet， 这样看好，这是第一组任务。那中间这组任务，这是学生的照片。好，那理论上来说，学习单就是screenshot， 然后学生用那个画记功能写，再 screenshot 一次，它就是这样的概念，然后再 AirDrop 给我。所以就是 SOP 都是长这样。好，那中间这一组呢是16，然后呢一样我们会有三个学习单，然后呢一样要完成的口说上传到 Padlet。 那第三组这个是学生的概念，那学生理论上都还没会画画的，所以就是给他们空间做这件事情。好，然后呢第三组是29，然后呢一样完成三个学习单，然后一样有个口说上传到 Padlet。
好，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路径。好，所以呢，一样呢，我们要打开 Poenglish 的听力区，然后我们有一个互动式学习影片。好，这边是初阶，我们都是初阶老师，不要跑太远。好，有一个六在这边 ，Where is Donald Bunny？ 然后有一个是16，在这边 ，Where is my cat？ 那第三个在这边29 ，Where is Dad？ 看见吗？好，所以呢，我再讲一次呢，我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学习单都在这边，我都上传了，在这边，66跟29的学习单。好，请第一组的同学呢，好，你可以自己体验，然后也可以找前后一起体验。然后体验完之后呢，你要记得口说录音，然后帮我上传到这边。那学习单帮我截图一起上传。好，那怎么上传呢？一样按加，刚刚这边都有加，然后按加之后呢，然后就是上传就可以，因为像有些老师已经自己上传了。那我给大家大概要五分钟的时间哦。
Jeremy Lin 林书豪来台湾了，那你能不能客制化需求说，我今天要访问林书豪，你要什么样的问题问他？那最后一个就是我把问答过程统整，哦，统整能力，然后输出一个小的短文。那四跟五都是国中以上的能力，或者甚至到高中都可以。哦，好，那这是 Poetry 今年新的口说功能，就是非常多，然后所以。老师在用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学生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符合。那理论上来说，除了有教育部知识化的200句跟300句，它这边也有一些统整性的句子，就是把主题式的把句子抽出来讲。好，然后这个大概都很熟悉，我就不讲。我可以算是额外的一个网站，然后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让学生用，不要让学生单纯用这个网站，你要想学生应该要产出什么东西，要不然这个网站会沦为，就是会感觉是学生只是在玩那个纸娃娃可以跟你走，它没有学习的意义。所以我今天在用任何网站的时候，我要去思考我要用什么样的学习单架构去配它。所以，这个网站可能要跟一些衣服的内容搭配，或者学生应该要产出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说，哎，学生就自己做，然后再，就是他这样不会失去他一点教育意义的，对吧？所以这边可能就是每个人做一个虚拟的简单自我介绍，然后他可以用虚拟的人物，然后开学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做一段，然后荧幕录制，然后可能就放在你班网上，这样也可以。好，那我们今天是。高阶的学生口说练习，以聊天式的脱衣法为例，那这功能是脱衣领取今年新鲜功能，然后会有不足的地方。那今天现场呢，也有脱衣领取两个团队的老师在后面。那如果等一下使用上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跟他们做询问哦。好，那这是它新的功能啊。第一个功能叫 Magic Epic， 它是双语。好，如果老师有在做双语译文的。或者是我今天要做国际教育交流的，我想要让学生制造一些展品，比如说蒙娜丽莎微笑，或是我要介绍艺术家的，那你可以看一下 Magic Epic， 你可以直接跟这个展品做互动。那第二个是 Story Generator， 要做这个之前，老师要做很多功课，就是我们每个各个县市都有 RP 比赛，对不对？那理论上 RP 的剧本都是我们写，或是上 Google， 或是怎么样改编。那这个story generator 呢，是让学生自己写剧本，好，但是刚刚说了，程度一定要有，或是老师在旁边协助。但这个东西等一下可以，我会让大家体验看看。然后接下来是 interview， 这是国中才会用到，就是它这边会有很多个职业，然后你可以去 interview 那个职业的人。然后下面这三个我是比较少用，因为它是程度更难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介绍前三个。好，在介绍前三个之前呢，学生要有的基本能力就是 WH question， 他能不能产出这些问题？那台湾的学生问问题很薄弱，比如说我现在教大家想十个问题，那可能有点难度，因为没有本，所以你要请学生问问题之前，你要有所本。好，以这个学生为例，高年级学生为例，我会请他们要过问题前先做自我介绍。好，你要先自我介绍，大家都会，而且大家从三年级开始练到六年级。你根据这些问题，你至少写五句自我介绍，那你一定会产出五个问题。然后呢，你自己再额外加一些回复的问题，符合你的节气，然后呢就截图，然后或者是荧幕录影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点点训练学生打字的能力。如果学生不想要口说的话，他就是要打这些问题。然后，所以就是以小组的方式，然后去做呈现。那这个部分我会实际 demo 给大家。好，所以课程专区这边口说，这边新的功能是聊天室。这边呢，其实有其他的聊天室，但是内容有点难，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How are you？ 然后这边就有 How are you？ 然后就还是要手动按 send。I am very well。好，所以这个声音就是演的共声，但是就是好玩啊。对，
好，所以呢，大家呢，我给大家一样五分钟的时间。好，请大家完成任务。第一个，你要先做一个简单的五到八句的自我介绍。接下来你要写五到八个问题，然后呢，用口说的功能，然后你可以用打的，你也可以用口说的，然后把它完成一个很简单的对话，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可以先自我介绍，或是跟他做互动过程，可以问问题，比如说 My name is Ula, What's your name? 比如说 I'm 12 years old, How old are you? 之类的对话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这个路径我再讲一次，课程专区口说，然后在这边有个聊天室，然后聊天室这边就打聊天室本人，然后有个英语聊天小天使。好，那这边就是这边有麦克风功能。My name is Jeremy Lin. What's your name? What's up, Jeremy Lin? What's your name? 对啊，就是他通常会再问一次问题，这样子。What's your name? 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就是打问题对话，问题对话。那通常每个话大概一句话就好。我给大家不要太久，三分钟的时间。好，那第二个就是 interview questions。那如果这个是国中生才会用到，国中如果要访问一个人的话，那这些是15个问题，是制式化的问题，就是 interview 一定会问到的问题。比如说 ，Can you tell me about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hat do you know abou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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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这个是比较类似 interview 的问题。好，那这个呢？我们来看看另外的功能，这个在这边聊天室，然后这是新的功能，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新的功能。它会跳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我们用 drop， 然后这边它可以选职业，比如说 nurse， 然后专长那些都不用理它，就按 submit， 然后这边呢你可以跟它互动。Your school invites people from different career fields to give a speech. The speaker today is Bob Bach, a nurse who is skilled at providing general nursing care to patients. The topic for the talk today is about what to notice when taking care of patients. Everyone has a chance to speak to Bach, and you consider yourself so fortunate to chat with a role model in this field. 比如说像国际教育，你怕学生不晓得要跟人家怎么运动，比如说大家在国际教育online互动前会做一些沙盘推演，那你或许可以用这个。然后如果学生看不懂的话，下面有一分钟，对，然后你可以再听一次，再念一次都可以，没有问题。然后这边呢，然后这边它会有 ，It's my pleasure.It's always nice to hear that my work is inspiring people in a positive way. 然后我可以看一下，所以这边如果你要允许使用你的麦克风，你要按允许哦。然后按一下。Hi, what's your name? 等一下哦。What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with me? 对，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这平台目前刚建制，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第一批的使用者。对，大家可以就是可以搜寻一下，如果你今天试用的哪个地方觉得哎好像不是这么流畅的，那就是我们这边会有护理团队，然后他们会记录问题，然后他们会把问题呢带回去给技术方做讨论。然后刚刚我有 demo 大概15个访问人的问题，然后可以请把这个15个问题呢，就先给学生，把这15个问题给学生。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日本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你合作对象的某个职业的人，那你可以给他们这个问题之后呢，让他们用打字的方式或者是口说的方式呢来问问题，然后先跟播音吧做一些互动，然后呢，接下来你们在实际演练的时候，学生会比较有所本，就是对方大概会回答哪一些问题，然后电脑会帮你直接做练习这样。然后呢，这边是
比较难一点一点的部分，就是他这边就是 Magic Act， 就是刚刚讲他们有邀请作品会讲话的概念，比如说这是他卡门，然后这是什么当当，然后这是 David， 然后呢，他的概念就是这是国中的 level 或者是超级优秀的 level。所以呢，我就是随便 Google 一段关于蒙娜丽莎的一个短文。那你说说这么难，学生是看不懂，但是学生有平板之后，其实 Chrome 上面都会有那个直接翻译，所以你的滑鼠移到哪里，那个电脑就可以讲的字什么意思。所以呢，第一个老师要做的是 Google 截取短文，然后邀请学生把不同的字圈起来，然后查字典，然后邀请学生根据短文呢问问题，然后并记录下来，然后呢再把这些问题排序，然后用平板发问，然后互动。那这边呢，我来看一下在哪里。这里是 Magic Cafe， 然后我刚刚是蒙娜丽莎的这里。对，如果老师，如果你先听到哪里 ？This summer, you visited your grandmother, an antiques collector, who was also interested in history like you did. You were curious about the old attic where she stored lots of school gadgets.One night, you heard some sounds from the attic and accidentally found that those things were sharing their own stories. Suddenly, Mona Lisa, a portrait, noticed you. It was a painting created in the 16th century. Astonished but excited, you asked if you could stay to learn what they were and how they were brought here. 对，这个大概就是下面他可以透过打字问题，然后直接跟蒙娜丽莎做互动。那刚刚有讲就是有所本，所以大概其实是 Google 一下蒙娜丽莎，那也可以 Google 中文的，然后直接用英文问问题也是可以的。那这是一点点的功能介绍，这是新的功能。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走，大概讲这样。好，然后接下来它会有 Story 的功能，我觉得这功能好像比较适合国小老师们，就是如果在老师们想要自己尝试写剧本的话呢，我们先把剧本的一个架构，比如说 beginning, rising action, climax, and falling action, 这四个是写作的基本要求。然后接下来呢，把这四个部分呢分别去想问题。所以所有的剧本呢都是从问题出发，你要有问题，这个人跟他什么关系，他做了什么事，然后这个事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然后都要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呢，再把它列点，把它做成一个 outline。他有时候会有逻辑的问题，发生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这件事情，逻辑顺序要把它理清楚，然后最后我们再做这样子简单的 keywords。好，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会比较好玩一点点，所以这个我们来看这边。等会给大家时间体验一下。一样，我们在 Cool Eroba 这边，然后有一个 story， 然后这下面是 story generator， 然后你可以选择故事类型，比如说我今天要冒险的故事。我主角，然后带着一只狗，一只动物，然后呢，他这边就会 generate 一个故事。Welcome to Story House. Let me introduce our latest product, the Story Generator, for you. With the Story Generator, you can create a short story easily just by a few clicks on the screen. What you'll have to do is determine the genre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short story.The story generator generates one sent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Then, you give the generator a sentence. This sentence can be a plot to add to the story or a question that you would like to ask. Both of you take turns to contribute one sentence at a time to the story. The materials you choose are 1. Story genre adventure, 2. The main character, a human being, 3.然后下面有一分钟，如果学生看不懂的话，就一分钟就可以了。但是理论上你要教学生说这个，通常英文应该要蛮厉害的。然后你下面一定要有一个 start， 这边你一定要用 start， 它才会开始故事的内容。然后它就会用 AI 产生一个很简单的故事。A human being was traversing through a dense forest, teeming with all sorts of animals. Suddenly, a ferocious bear appears in front of him, walking his path.那他说一个熊熊出现了，那你可以针对问 What's the bear doing？ 然后就是直接透过他给你提示问问题，他给你提示问问题，然后
一直反复重复下面的步骤，你就会出现到很多句子。这些句子把它集合起来，回到你刚刚的表格，然后去填。那如果有遗失的地方，那你要再回去问他，他会给你一些灵感。那由于这个毕竟是 AI， 它没有比人脑厉害，所以有时候故事内容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去想象。那我个人觉得这是可以设计的部分，所以给大家一样五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故事功能，因为我觉得故事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创造一下属于自己的故事内容。那路径我再讲一次哦。好，路径一样是 Cool English， 然后课程专区这边有个口说，然后口说下面有个聊天室，然后这是新功能 Cool Inbox， 然后点地球那个，它会跳一个界面。那这边你要把它打开，如果不打开，看不到下面的东西。然后按 Story， 然后你就可以按 Story Generator， 然后选择你想要的故事内容，然后按 Submit。然后记得你一定要按 star， 它才开始跟你讲故事哦。好，那一样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One dark and stormy night, a large black cat sat atop a我们下一次开会的时候会把一些问题提出来，但是理论上来说，扩音就是它会在修本，然后之后我们会再进步一点点。然后因为资讯的东西很吃网络，还有一些转换的速度，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要练习口说好了，我可以这样子练，可是当我念出来的时候 ，AI 的反应是我念一个声音 ，AI 要先去判别我念的类似什么样的声音。他要从他的大数据去抓，所以抓取的时候会耗一点时间，然后会就等于他网络要耗比较大。那你打字的时候，就可能他会回的会比较流畅一点点。那这个就是科技的好处跟坏处。所以老师，如果你想要用这个练口说，我个人觉得就是成效可能你自己见仁见智。对，那你还就是大家可以体验看看我们刚刚在做的。比较基本的口说是我们完成一个学习单，我给你一个稿，学生念出来，这一点没有问题。可是到高阶了，学生要产出的时候，他会比较难产出。为什么？因为他的能力可能有限。第二个就是我们给他的框架变少了，我们给他 sample 也变少了，等于这些东西都要学生自己产出，那那个本来就比较难。好，所以就是有一段距离要 fail 对。好，那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它是 Cool English 新功能。那如果我老师们有兴趣，可以就是看一下下。然后它这边都是新的功能，然后它也有那个游戏，可是游戏我觉得有点难，它是密室逃脱，但是这个非常难，因为本人对密室逃脱本来就很难的，所以这个东西本人是没有。后的那如果老师有兴趣对密室逃脱有兴趣，他还有多一个功能是密室逃脱。然后像这边，所以就是作品的部分，如果老师有刚好讲到的话，也可以直接跟他们做互动，比如说摩艾互动，这个我觉得是还可以试试看的。好，那口说的部分我就暂时介绍到这边。跟空中英文教室合作，然后这边呢就是空英的老师，然后设计了10个活动，然后可以让老师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再给你。这边的教案指的不是特定的教案，就是这个活动可以干，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路径。
一个口说的影片，然后这边就是比如说它会有十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比如说 Paper Man 啊 Paper Line 啊，这是我们平常英文教室都会做的活动，然后只是空中英文老师呢会在 demo 给你看，那大概是怎样，那会有大概两个影片，那老师呢如果上课不知道做什么活动的话，也可以看一下空英老师的影片。好，那最后我知道今天时间大概有点紧缩，所以呢我来扫描最后一个 QR code 在这边。操作的资本给大家，那如果里面有一些功能你可能第一次遇到或是看到，你可以参考那个，然后我自己本人有做了一个初阶复习的 PPT， 那比如说老师有一些登录啊，或者是像有一些如果你今天是用访客模式，那你有一些东西你可能没办法看，那你一定要有老师的身份，然后要请酷音的后台确认你有老师的身份这样子，然后通常申请可能需要点时间，然后呢会有建立教室，那如果老师又有开始使用酷音平台了，那像我妈妈我的学习上都只做到四年级，那后面我就直接派发作业了，就是学生已经熟悉了，我就不做学习上，我就直接在上面派发作业，然后学生自己要到我的课程然后做派发，然后我就可以看学生到底在干嘛这样。然后这个专区呢大概稍微迅速介绍一下，就是桃园应该有很多地方是一个老师要负责全校的英文教学，或是你今天是导师，但是你也是教英文，所以这边就是有一些直接可以拿来用的，就是老师备课比较方便，所以这边有一些比如说课程上面的话，就是你今天不知道要干嘛，你就直接来这边，然后派发康轩版本的你的内容给他教就可以了，然后或者是有补救教学的，就是从基础开始打也可以。然后呢，考试。那我知道学历检测呢是每个老师都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呢，这边呢，除了智慧练习之外呢，或者是法律界学历检测的内容，听力跟阅读都放上来了。然后所以老师不要花钱去印那些准备的考卷，那好浪费钱。然后就直接请学生上来做，但前提是学生要使用一个平台，你可以把它到电脑教室去，然后让他们做，大概几课差不多。然后有108、109、110的。那你还学校作业，你可以派发给他们，然后就是阅读跟听力都有，学生是可以不断的做练习的。然后游戏专区这边是寒暑假作业比较会派发的，但是我刚刚说了，就是我不喜欢纯粹的玩游戏，还是要有某种教育的意义，所以这边我的歌曲我的选择，我都会选择比较有一点点，比如说要么就是比较常听的歌童谣，要么就是可能跟剧情有关系的。当然我会选一下这样。好，然后呢这边是游戏的部分，那这边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电子书配对的游戏或者星座里面的游戏，其实大同小异，但是看你学生要不要让学生自己做这样。那其实游戏还蛮多的，我把它列出来。然后听力的部分今天介绍过了，阅读的部分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酷音美学有一个新的专区是 TCN 读本， TCN 读本就是高频字，就是 High Frequency Word， 它是一个美国的读本，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三本都是高频字，高频字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它里面的字
呢都是有重复性的，然后都是高频的字，就是高使用频率的，也就是 常见字。对，所以他们看到这样子。所以 this is baseball。然后会有一个固定的句型，但是不一样的内容。那这个是1、2年级在读的，大概就长这样。然后这是高频字。然后它还有一个地方是，如果大家有在做双语的话，我可能会推荐 TCM。好，那我老师像有些学校已经在做双语教学了，那你可能一二年级开始，双语一从一二年级开始，然后这边是双语数学，我跳一下。如果是一二年级老师，一二年级的数学就是我今天在教学生测量的时候，我会请学生拿他生活有的东西，然后去量长度，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四个回纹针这么长。然后是什么东西是六个积木那么长，然后从具体的东西再到抽象的东西，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如果你有在教到双语数学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可以直接拿来做练习，然后再做额外的发展之类的也可以。哦，它有教长、宽、高，从具体到抽象。对，这是 TCM 的部分。好，所以这边阅读专区它跟美国有买版权，所以第一个，这边是高频字，高频字就是它用的字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它就是高频字。那接下来这个 TCM 呢，它是属于很双语的，就是它可能里面内容的文字会谈一点点，但是它的主题就是真实课本上会用到的东西。那这两个跟大家做简单的介绍一下，好，然后。对吧？然后低年级就是字母小数，那如果你要让学生做的话，就是看一下，然后照抄什么都可以。然后三年级大概都是长这样。那这个课程呢，我都是有根据他的课纲，然后去复印基本的课程这样子。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然后这边是高频字，然后像这个比较级的也有，然后有国际教育的也有。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自然科学的东西，声音的频率、运动的也有，然后像一些特教的 disability 也有，然后像一些 SDGs 的膳食议题也都有，要如何教你做芒果果酱，如何利用多余的芒果做果酱。那如果有一些学校做食农教育的，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双语课程的教材，这个刚刚都讲过，看看就好了。好。那这个就是有复印的字数学一下50以内的数，然后自己去再找，或者形状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做这个。那口说练习刚刚讲过，我们就跳过。好，好，差不多了。好，现在是4:14，我留大概5分钟的时间，那给大家做一点点的问题。然后呢，我今天有带3个小饼干，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很用脑的过程，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课程呢，因为只有1.5小时的时间，会有花时间让大家体验，所以不可能把每个东西都讲得非常清楚。那如果任何问题呢，你可以用5分钟的时间问我，然后我会给你一个小饼干。然后今天的饼干是巧克力饼干，还有香橙的饼干，对，所以老师们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说，哎，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想啊、问题啊，就是一点点小回馈。所以，请问老师有问题吗？什么问题？啊，因为在场下我的朋友，那我们现在给他就可以选饼干 for free。
授权给师大办理的一个平台，所以里面的东西都是第一个有买版权的，那第二个就是那个版权已经过期了，比如说像什么童话故事啊，基本上那些都是没有版权，或是这个东西已经在某个地方50年以上，那那也没有版权。但是像 PCA 那些是不能公开的，因为它就是有在库里使用，所以理论上库里的东西版权都是教育部，然后我们都是实体的老师，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老师不用担心版权问题。谢谢。耶，还有问题吗？还有一个小饼干。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免钱的东西最麻烦，但是付钱又很贵。如果像美国这种平台都这样，像我今天做的 Paypal， 它其实只有3个免费版本，所以呢，今天之后我就把它全部删除。所以老师不用担心做一切呢都会有留你，不会。那如果老师说，哎，老师上次说我一个礼拜要上很多堂课怎么办？那 Paypal 有个模组是那个书架模，就是我刚刚给你学习的。你可以说三年一班长那边，三年二班长那边，三年三班长那边。然后你那两个礼拜就是用这样的网站去看，然后就是三个模组免费使用，对吧？然后就是如果你要留学生的作品，那你就是赶快存就好了。对吧？或者像我这样，就是放给学生下载，然后屏幕截图，那自己再想办法给我也可以。对，好哦，太棒了！好，请问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的饼干已经发完了。那我觉得今天就是非常谢谢大家，大家今天的那个研习好扎实哦。对，大家很辛苦，就是一个早上加一个下午，非常充实。那其实科技融入呢，其实是在帮助老师减轻你的负担，但是前提是你要会用之后，它才能减轻你的负担。所以你在学习的路程中，刚开始一定很辛苦，可是后来之后，你会用它之后就是比较轻松。但这种东西就是见仁见智，你喜欢你就会用，像我一样。那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style， 那我比较喜欢实体的，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样。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要把麦克风交给司仪哦。